到场，17岁少女倒卧在人行道，她的妈妈急到快疯了，因为女儿半路上癫痫发作，突然失去意识。整个人瘫在地上，两眼发直。原来母女俩当时骑车准备到南投灯会赏花灯，疑似因为人多，17岁少女突然癫痫发作，全身抽搐，倒卧在马路旁。幸好远景恰巧经过，赶紧通知灯会救护站医护人员来帮忙。医生啊，医生啊，加嘿！实在惊险，幸好人平安没事，由家人开车将人送回。警方说，当天恰巧在南投灯会交通疏导勤务，路上人多车多，17岁少女和妈妈半路骑车，突然癫痫发作，惊险万分，一直无法回应啊，意识模糊不清啊，立即通报哈、哦，那个南投灯会救助站的医护人员哦。虽然元宵节还没到，南投灯会已经抢先开跑，白天有不少爸妈带着小朋友，趁着年假尾声提早赏灯，猪年造型模样可爱，没想到赏花灯人挤人，发生意外。记者曾伟翔、徐文鹏、新南投报道。